其实，本王并未杀死齐之侃。什么？为啥？那他人现在何处？有人要我留他一命，如今我已将他送去别处了。何处？嗯，你觉得现在问这个还有意义吗？你还是会杀了他。 没错，如此将才，若不能为本王所用，那便不能将他留在这世上。说到底，都是本王对不起小七。哼，没错。要不是你心中存疑，又何至贻误战机？本王又如何能如此轻而易举拿下你天机果？ 你以为是你手下的密探，暗中探知了齐之侃与旁人密信往来吗？若非那人有意露出破绽给你，他的人便是在你宫里走上几遭，也不见得会被旁人发现。说来也是可惜呀，这节水城其实算不得一战。 本王并未能与齐将军真真正正的在战场上厮杀一场，不算一战，那算什么？我南宿大军为节水城半月有余，期间派细作渗入城中，亦有所图。可齐将军带兵严明，动摇军心。 不是意识。不过这百姓可就不同了，事关生死，他们眼中看不到别的，一句屠城就乱了他们的阵脚。所以，因为如此，小七才开了城门，将节水城让给了你。齐将军并不是铁石心肠的人。 面对大军压境，他会无惧；但面对一城百姓被屠，他狠不下这个心来。小七，本王负你了。你是天机的王，给你留个体面。来人呐，将天机王的佩剑还给他。 我现在就可以当着王上的面前立下重誓，若是国师能令南宿退兵，并永不再进犯我天机国，那我便于王上与诸位大人面前自尽谢罪。